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懒得吧，酱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，就你这样还能找婆家吗？找个六。过年给你点个赞。还有你，你看你这两年变的，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一点商量都没有。还有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前前后后，你看你那个样吧，考试前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，你说跟你说多了给你巨大心理压力，考完以后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，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，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。最可气的是你考不好了我还得表扬你，我还不能批评你，我还得说闺女考得好没问题啊，考差点不要紧，爸爸就喜欢你考差，你考得越差爸爸越喜欢你，你说这爸爸当了有什么意思。爸，谁叫我爸，叫我加勒比海盗刚，谁叫我大姐夫，叫我加勒比夫，加勒比夫，那个加勒比夫啊，不要叫我加勒比夫，叫我大姐夫。到底叫你啥？站好了，过来，平时我就太纵容你了，今天我得给你们立立规矩。小李伯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你不叫我陪你去吃饭吗？啊，可以，拿钱，按钟点走，一个钟500。怎么的，大姐夫？你不是那种爱钱的人。怎么的？我就爱钱了。怎么的？你咋的了？这是你。不是让大姐夫做饭吗？啊，拿钱，多钱呢？四百九起走，一桌800。大爷呀！还有你过来，你不让我带你去海洋馆吗？爸爸，不会管我也要钱吗？我还没挣钱呢。不要紧，你得干家务活抵债。现在开始干活，拿墩布墩地。爸，墩地，对。姐夫，你干啥呀？把孩子都吓哭了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我都不认识你了，你还是原来那赵刚的吗？大姐夫，你抽什么风啊？你还是我原来那大姐夫吗？我，来，过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哇，你别怕，啊，爸爸现在不是海盗了，啊，过来。妞妞啊。你一点一点长大了，有的时候你得养成好的习惯，是不是？你不能什么事都以你自己为主，你得想着点身边其他人。你看你今天你二姨夫要请客吃饭，那么大的买卖叫爸爸去啊？都怪我啊，太忙把你生日给忘了，还是你妈厉害呀，夜里2点多钟啊，想起你生日来了，赶紧把我叫起来了。我这不连夜给你做这个煎饼吗？嗯。哎呀，这一赶车还掉沟里头了。你看看你，这不注意，你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裤子都卡破了。时尚啊！本来我也想啊，在这两个膝盖呀、剪两个窟窿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爸，你看这眼睛咋还磕青了呢？没事儿，哎呀，你爸。你爸我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哼，整一个面膜糊上就好了啊！哎呀，爸，你说你这还有心乐呢？哎呀，别乐了啊！不是，我跟你，我只要给你把这煎饼送来了，嘿嘿，我有啥事？啥事没有啊？没事，你想啊，我吃这一口煎饼，马上就认识我爸，那是为啥？我爸这个煎饼。天下独一无二啊，煎饼上要抹油，里面还得放虾球，土豆丝炒三分熟，往下咽的感觉是特别温柔，一线好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我最可爱的爸爸，爸爸我爱你，爸爸，就是这个味儿啊。来，你先把鱼叔让给我。哎呀，鱼叔啊，你太让我感动了。哎呀，我是特别的，真的，我就看到你，我就想起我爸。刚才我实在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哎，对，什么话？不是我干活。你这个，你善点。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今天掉沟里头都没摊这一下疼。哎呀，叔叔你没事吧？快摊。没事啊。哎呀。扑通一声，
你看我第一次见你，我穿的是衣服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叔叔，虽然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您的时尚品味我早有耳闻。于叔叔，您看哈，为了给小脸过生日，这么远您特意给他送爱吃的煎饼，您真是好爸爸。好爸爸，不要生气你啊。好了，今天呢是我儿子生日，我呀在这个嘎子汤店有一张 VIP 的卡，我呀现在请你们喝嘎子汤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走，来，进去。回家了我，但是到了晚上下雨了，刮风了，我担心了，担心了，我就穿上雨衣，我来到了停车场。我老远我就看见这个牌子呀，在大风中哗哗哗哗，我看不行了，一个箭步我就过去了，哗我就给它扶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牌子太沉了，我扶不住啊，风太大了。我一看哗就向我扑过来啊，他砸着我怎么办啊？我说哗，我就又给他推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，人真是顶不住我。我又眼看着就要砸着我了，我哈我又给他推回去了。我一想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给他拔了。拔，起，起不来呀、啊，起，真起不来呀、啊。这时候，丹田一运气，噌。翻回来了，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。这样，等明天雨停了以后，我到现场看一看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我跟物业说，到时候奖励你一个停车位。真的？你这样，最好这个停车位的费用全都给我免了。差不多得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做点好事怎么老说呢？大国公，大国公，哎呀，王小强啊，怎么的？大国公，哎。赶紧叫小区监控帮我抓个人。谁呀、啊、咱们小区那广告牌子让人整走了，抓着他。啊你看你看是不是这牌子呀？对，就这牌子。啊咋在你家呢？我搬回来的。咋的？二姑姑啊，你干的啊？我干的。怎么的？钱顺风。咋的？咋的？钱顺风要动手啊？怎么回事？受孩儿一拜。快起来起来起来，别老倩儿啊，我可受不了你如此大礼啊，咋回事啊？二姑父，哎，你做好事不留名呢，你救了我一命啊。啊，啥时候救你命啊？大姑父是这么回事啊，刚才啊狂风暴雨，那雨老大了，风老大了，哎呀漏挺严重哈。那个怎么算你们算算吧。啊，挺通情达理的呀。你看你看赵刚子，你看我早就说过人家小黄妹妹，人家是个讲道理的人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你闭嘴。小黄妹妹，看来你是承认这个责任是你的。是的，对吧？那咱就算算这个账。好。哎呀你看这壁纸都泡烂了。小黄，这壁纸早就烂了。闭嘴。换。你看这地板都翘了。这地板早闭嘴。你看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。对了，你吃不吃蘑菇啊？明天我给你摘一筐啊。你闭嘴。我没说话。你看别激动啊，换都换啊，哪坏了哪坏。都得换吧。行。哎呀你多讲理。哦小黄妹妹，我以前是干装修的，这你知道是吧？知道。哎那行，那个我粗略的算了算，最少得20万呢。20万啊？不多不多。我家谁装的来着？你家是我给你装的呀。哦，哎，那我家这个装修档次和你家这个，你家那个档次高啊。哦，哎，我家当时装修多少钱来着？15万呢。那你要我20万？谁说20万了？我说的是10万。行，5万。好的。行，开车，那我走了啊。好。
哎，小华啊，我还得说你，你说你装修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不让你私自改装这个暖气片。你看，你这回漏水啊，就是暖气片子出了问题了。什么什么问题？你那暖气片子自己改装的质量有问题，水压一上来就崩了。你确定？我都已经核实了。哎，干啥去啊？钱顺风。哎，我家装修是你装的吧？嗯，暖气片也是你买的吧？当然是啊，是你保证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吧？合同还在我这儿呢，怎么着啊？怎么算呢？我说张哥，你那个腿怎么这么欠呢？他走你就让他走呗，你提什么暖气片呢你啊？严顺风，完了完了。我跟你说话你总是不听，我跟你说过没有，那眼睛别老盯着。告诉你，这儿不是没有地儿晾吗？姐没事，把被拿走上我那个墓园去，咱一个墓碑上给他扇一个。就是走吧姐，你俩这是啥呀？你往哪儿晾啊？怎么你见过养墓起来了呢？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主任的你来的是真好啊。咋了？赵刚子不让我们在这晒被子，但是他在这晒他自己家的被子呢。我跟你说哈，就赵刚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我们百姓点灯的行为。误会吧，误会了，纯纯的误会。是我刚才来跟他说今天东广场可以晒被子的。赵刚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这还在这沉默是不是？造成这么大的误会。不是，怎么就我造成这么大误会？我刚才跟你俩解释了，你俩不信呢。不是你刚才没说清楚，赵刚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呀。赵刚子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抠什么字眼啊？你就承认你错了不就完了吗？你错了知道吗？哥这么的，我那大户型照样给你过户，我菊花台照样给你送，配板照样走，小花篮水果园照样上。哎不行，刚子啊，他俩要请你吃饭吧？吃啥饭呢？他俩把我整走。上哪儿去？我跟你一起去呗。你别跟他去了，咱俩都没了啊。哎呀你快躲一边去吧，没你的事儿啊。掺和啥呀，咱家怎么也得留一个呀。那个咱不闹了行不行？不就是晒个被子的事儿吗？对不对？现在领导已经同意晒了，咱不吵了行不？来来来，把各自的被子取走完晒。这哪个是我的呀？赵刚子你给我弄乱了。这个不是我的。我说你们晒个被子还挑不出自己。哎，这怎么都长一样呢？哎呀，这不是去年有个纺织厂来卖被子，便宜我们就都买了。我也买了一个，我也买一个。哎，那咋办呢？是的。对呀，这咋整啊？都乱了。赶紧想主意。你都弄成这样了，我有啥主意啊？你赶紧的。哎，哎，行了，有办法了。啥意思啊？我家刚子只要一哎，他就有主意了。快，来来来，把被子都打开，都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快儿子帮忙、哎、来来打开，嘿，来都打开啊。好，帮着阿姨来。好，我看看，别动啊，我看看啊，应该是这样拿着，这样拿着。明白了，这条被子是金大美的被子。凭啥呀？你看你个高腿长，这被子细长细长的，这不是你的是谁的呀？对不对？你能买那种固头不固定的被子吗？嗯，不能。对呀，这是我的。不是你的是谁的？拿走。哎呀，来拿着，看看这个，这万美林的。不是，这咋就是我的呢？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二房子没看出来吗？结婚照都拍了，都拍了。生来生去把我生下来啊，我又不是齐天大圣。小黄妹妹，咱俩感受差不多。我到这个家里边净受欺负，我也不是玉皇大帝呀、啊。哥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真是活的憋屈呀。首付都是我付的呀。钱顺风，哎哎呀，你个小土豆呀，啊，不是干啥呢？玩铁达尼呢是吧？没有我是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手都要镶人家身上了，你要干啥呀你啊？听我给你讲，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做成土豆泥沙拉，我就
找你结实，我跟你说。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？哎，解释什么呀？不是啊，解释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明显的是个误会嘛。啊，这误会也太明显了吧？啊啊，跟我俩摆造型呢？啊，望月呢是吧？你俩得有多惆怅啊？哎，